就在其中啊，已经把灯所有的内涵拢写伫迄内底啊。所以咱来讲，灯至尊至贵，吼，咱咧二十二内底，迄嘛会当讲是一种的口诀。有诶佛堂吼，要咧放佛像诶咧，伊就是写这二十二。啊，修主啊，修士啊，是想要修行诶人，伊就是逐天去看遮字，啊去体会。啊，用这个文字有形象的，要体会啥？体会就是离虚，所以虚是无形无相啊，所以才会叫无量的清虚。啊，所以互我无法度表达，但互我去想着一项物件，会当甲咱做参考。伊只是参考啦吼，因为伊嘛是道的一个代表啦吼。因为这个道伊是清虚的，伊爱伊。伊阁无形无相，又阁袂当用即个言语咧。